又美又美。前几天我在网络上上传了这段影片，引起非常激烈的网友讨论评论，很多网友觉得说我这个行为根本就是在讨打。但是如果常在看篮球影片的朋友们应该都看过，其实这个动作在欧美国家的街头篮球场上很常被使用，甚至在 NBA 职篮里面也有人用过，对手通常也都是笑笑的，或者下一球很帅气的打回来。但是没想到在台湾使用会被这样暴力的手段来回击。但我想告诉你们，其实你们看到这段影片啊，我被这个回击的下场，其实是在我这么多年来打街头篮球使用这招的反馈里面唯一的案例，唯一出现的案例。以往我使用这招，对手也都是笑笑的，或者是下一球很帅的打回来，也或者是甚至他也会拿球轻轻的丢我的头以牙还牙。对，没错，是轻轻的丢。你们如果看得懂影片的话，会解读影片的话，会解读动作的话，其实应该看得出来，我这球只是轻轻的放，并没有很用力的砸。然而这位对手却在我切入的时候，直接很用力的把我推出去作为反击。那这个对手其实是我的好朋友，他是我的学弟，因此我这球才会使用这招。但没想到就算是熟人也会因此造成冲突。后来我们没事，我们还是好朋友。其实这就是一个场上一个大家一个很热血激昂的反应而已。这球他推完我之后也没有后续了，我们还很开心的一起去吃宵夜，所以你们想看到打架的画面也看不到。其实我这对手是一位很好的人，他只是在球场上难免会有情绪化。对，那这球确实是我先用使用这招，先去跟他打招呼，他才会给我这个动作，所以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对，他也没有错。那基于网友们很激烈的留言给意见，我也很感谢你们，因为你们说的对，这个动作确实容易造成冲突，也许在欧美国家比较能被接受，并不会造成太夸张的冲突，但是在东方文化里面确实是比较不容易被接受。所以我也奉劝打球的各位球友们，不要轻易的在球场上使用这招，除非你们今天打球的场合是一个很明显的表演场合，对手也都是很熟悉的朋友，否则最后我还是奉劝你们少用这招为妙。谢谢你们的留言反应，让这支影片非常的有意义，可以警惕看到这支影片的朋友们，不要轻易的在球场上使用这招，以免造成冲突。谢谢你们。